在生命的最后66天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总不会只有逃避吧？不过，本来也没什么差别。没有人比你更清楚。组织从来不会丢失他的脸。人人都有面具，你也要？我等不过是戴在脸上吧。他留了你等性命，是为了什么秘密？世上只有一种人会绝对保守秘密。那个镇上发生的事情太恐怖了，这个时候非要过去。走江湖从来就不是什么快意恩仇，而是忍耐煎熬。我们只要等待就够了。钓鱼的时候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？在生命的最后66天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找回我的心。